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啊，晚上好。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，今天天气呢也很好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呢真是好的没有朋友啊。双方的球迷也是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真的是热烈，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啊，看个比赛太爽了。好了，一起来看比赛，这场比赛的主角会是什么样呢？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，你纵身跃起，漂亮，高难度的扑救。埃尔克森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，显然他判断错了。抢得头球，开局非常不错，不过对方的防守也非常的稳固，他们还需要多动些脑子，想一些办法。直接射门，好球！哎，我的小伙伴们，还有苗坤啊，这球你们咋看啊？哎呀，不好说啊。这球看似容易啊，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。曼联先下一城。如果说他们原本有一些紧张或者不安的话，我想这个进球会让球员们如释重负。当然，前提是他们不会简单的选择龟缩防守。拉什福德，精准的传球，球在基里安姆巴佩脚下。拉什福德。高俊敏，吴曦，吴曦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要到前场，埃尔克森拿球，转身向后传球，八角怒射，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。如果他想做得更好，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时机的能力。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啊，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，好机会，姆巴佩，这球可不是一般人能扑的。姆巴佩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只是门将太神勇。跳起头球，神奇的把球挡在了门外。门将的神勇扑救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他们成功的把球破坏了，尝试吊过顶球，他抬脚射门，这脚射门距离球门啊只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吴曦，戴维斯，拉什福德，高准翼被放倒了，犯规。刘洋，球在埃尔克森脚下。吉米西，毫无疑问这个传球还不够合理啊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球在吴曦脚下，他抬脚施射，他解围成功。拉什福德，埃尔克森，陶俊敏，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试图直塞，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拉什福德，
好机会，陶俊敏，刘志健了。啊，这个球啊，队友很难拿到。戴维斯试图快速发动进攻。及时的破坏，弗德里克·巴尔维德，现在无人持球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我想刚才裁判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，他知道这下麻烦了，只要再有一次犯错，后果可能是致命的。有侵略性很好，但是要把握好度，但事实证明他没能做到。戴维斯抢了回来，传球视野很开阔，拉什福德尝试一脚，萨内，中路有几名队友在接应，尝试打一脚，一记长传，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，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。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，但是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建树，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。看这个半场的表现啊，他们肯定高兴不起来，他们似乎有点缺乏动力，尤其是向前的动力。不过有一些改变，我想我也不会吃惊。我们再次回到比赛，米兰不能自乱阵脚啊，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地做出调整，并力争在下半场比赛尽快取得进球，为此他们必须要全力以赴。漂亮的脚下功夫，撒内，赵准翼，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姜志鹏，戴维斯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姆巴佩，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，直接长传，武西，哎，不好啊，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，浪费了一次机会。萨内送出直塞，基里安姆巴佩，姆巴佩起脚打门，打进一球，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。等在开球的同时，教练员做出了换人的调整，里卡多·格拉特被换上场，显然是想利用速度来冲击对方的防线，无论何时这样的快马都能在草原上驰骋，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乐观啊。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，落后的一方会压力剧增，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。球在里卡多·高拉特脚下，漂亮的直塞球，吴磊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，可惜最后无功而返。表现得非常机敏，漂亮。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球在勒鲁瓦·萨内脚下。陶俊敏想要穿透防线，准确地找到了队友。戴维斯。弗德里克·巴尔维德，看基里安·姆巴佩，一记抽射，
没有对球门造成威胁。不能说这脚尝试完全错误啊，但是如果真想从这么远的距离破门，射门质量必须要更高一些。在左边路打得不错，看看能否利用好这次机会。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有机会打反击，应该是够稳，十拿九稳，甚至是十拿十稳啊！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，领先三球了，比赛结果已经分晓。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曼联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。漂亮的断球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送出直塞，防守队员准备把球传给前锋，球在郝俊敏脚下，菲利普·福登，球来到了左侧，拉什福德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好的，姆巴佩射门，球进了。毫无疑问，他们这绝对是遥遥领先了。这球怎么样呢？姆巴佩显然是危险人物，对手却给了他这么多的空间，完全是送礼的节奏吧。今天终于让他知道这威名是名不虚传呀。他已经进了两个球，毫无疑问他还要进更多。曼联完全是在刷数据，他们目前已经是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拉什福德打进了，屠杀仍在继续，疯狂还在上演。这就是足球啊，涛哥，必须不留情面，同情不属于足球场啊。他进了第三个球，进球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他成了球场上最出色的球员，在门前打一脚，哎，球打偏了。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，想着这球必进无疑，可惜还是莫名其妙的不中。曼联有替补队员即将登场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很好，我觉得这是一名好教练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换上小将，让他积累宝贵的经验。菲利普·福登，吉米西，快攻的好机会，球在基里亚·姆巴佩脚下，漂亮的传中，是球门球。马库斯·拉什头锤，有没有？有了，又进一球，我怀疑我们可能是看到了一场假球啊。漂亮，这样看来他们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。他们目前已经是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又一次凶狠的防守，试图直塞，脚下动作真快啊！李学鹏直接传到前场，快速向门前推进。吴磊拿球，高准翼解围到了安全地带。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力量上不如对手，战术上又被压制，连球商也在对手之下。整场比赛他们束手无策，失败是全方位的。苗坤，苗坤啊，别再为我擦鞋了啊，起来啊！你觉得比赛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嗯，没错，这场比赛体现了双方的实力的现状啊。在比赛中，球员们的意志品质都没有问题，很可惜。他们的努力
没有办法弥补这么大的实力差距，所以说球迷们很认可他们，这些掌声是他们应得的。现在我们要向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，感谢本场比赛陪伴我们的专家苗坤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